看过着先前的资料画面，看到的是和乐广场大小朋友欢喜来耍水的画面。不过随着这水情来吃，加德兰市嘛开始实施的夜间的减压降水，含一寡非必要的降水嘛暂停。和乐广场水的放空，现在变成了这款模样，是算蛮可惜的。因为原本这是开放要给大家玩的一个地方，就是 有一个什么亲子的一个场所这样，但是没有水了，好像就是少了这个地方的特色。伊和乐广场，而且省水池虽然讲无降水，但是开放民众来入来。民众来讲，省水池无水通来省，即马欠水会当来体谅，不过嘛，希望讲旱水赶紧来过去。和以前的景色有差别？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亲近。对对对，人比较少。不能玩水也好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其实人潮，我觉得可以看景就好了。我也希望赶快下来，因为现在各地都有开始有缺水的那个窘境了。对啊，没有水，看起来有点像罗马竞技场。是，我觉得不会啊。怎么讲？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反而人潮没那么多，下面没那么嘈杂，看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安静的感觉。逛起来比较舒服。逛起来比较舒服，对。伊无放水和乐广场的清水池照常来开放，不过即款景象有民众讲，迄有淡薄仔亲像是千多年前的古罗马的即个竞技场嘛，因为讲和乐广场难得无水通耍，即个历史景象嘛变成了翕相的热点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带来采访报道。